OK， 那在今年呢，依旧是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布鲁克林日本公园来观看我们纽约的三千株樱花。那樱花的开放时期呢是非常的短暂的，一般只是在两周左右。今天运气非常好，虽然说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但是今天呢，我看了天气预报，在下午的五点半之后呢，我们的太阳就出来了。所以在这个黄金时段呢，我们还是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我们的日本公园。这边同时呢也有我们的日本演出啊、cosplay 啊等等，所以就让我们的镜头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咯。 Let's go。